台中市刑大侦查队日前接获情资，有三名庄姓男子涉嫌在台中市区经营诈欺水房及车手集团，从事诈欺之不法行为，旗下成员众多，于是成立专案小组，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。据警方调查，庄男原本是诈欺集团的车手头，因为工作表现良好，于是就自立门户成立诈欺水房，因而结识现在的女友。两人一拍即合，于是就与女友同居共组诈欺集团，从此事业蒸蒸日上，版图不断扩大。旗下除了水房干部之外，另有数名专门收购人头账户的收部手跟车手集团。庄男他心知诈欺犯罪为目前的查缉重点，他为了规避警方查缉，不敢住在中区户籍地，而另外于西屯区跟太平区承租两间房子来藏匿，而且经常更换居住地点，意图让警方难以掌握藏身处，非常的谨慎小心哦。但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经警方长期跟进搜证之后，都掌握了他们集团的不法事件跟成员的行踪。经搜证完备之后，警方兵分多路，持台中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，前往庄男跟其他成员的住处执行搜索，总共查获21名诈欺集团成员，并查扣犯罪用的行动电话25支、笔记型电脑2部、存折18本及提款卡18张等赃证物。嫌犯寻逼一，刑法诈欺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那检察官认为他们犯罪事证明确，依刑法诈欺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提起公诉。